我就不相信你打得过。好，请副教练。卡吧，那叫卡吧。哎，对，这都知道哎，卡废话。因为我这两个月就是疫情嘛，我就在家里又苦练，而且因为之前我跟朋友一起学的时候，发现我是一个肢体残障。然后我就会一直开，就一直在那边说我是捡球员，但其实我心里很难过。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天一定要干掉他们。然后我就趁我疫情的时候在家里狂练，努力的练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希望我可以有好表现。OK， 好，挑战三关 Go。好的，第一关我们要考验小初的就是，我们给你十球。好，你看这里有九宫格。好吧，十球打完，你至少要一条连线。好，这么简单也在挑战。第一关而已，慢慢暖身啊，暖身。对呀，那也不简单。那我挑战两条线嘛，我努力。你尽量，我尽量。好，我们给他十球的挑战，开始九宫格。哦，宪哥这好像也是老板。一，好，第一个。好可惜哦！其实还不简单的，是不简单还是他？有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有了，还有球，还有球，再继续，我要这里的，对哦，你是被奥恰洛夫影响的，对，都要躲得很前面，没有了，但是至少有一条线，至少一条线。这个会很难吗？宪哥，你试试看啊！宪哥，你试试看。没有在。哎，宪哥！为什么？第三个。哎，没有，有最右边那个。真的假的？它是高的哎。好，这一条。他都挡上面。第二关给他一个男的，连续击球过两片空心板，就这边。你要怎么击过他？就是你要在打球的时候故意把他用斜的，然后赶快过来接，然后再过来。这个会难吗？这个很难，你小钟哥试一下。小钟哥，我多希望你来试试看。就从这过来，然后接球。小钟哥示范一下。这样子哦。过。哎，有难度。好，小初的挑战开始。加油。掉了，没关系，我都有看到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要放轻松。加油！有，加油！稳住！要过了！再一次，试一次。反正你要弄一次成功的给我们就对了。好难哦！有。太急了！别急啊！放轻松！加油！哎，有！对，就唱。好，别急！有！稳住！哇，哎，这一圈又更小哎！不要考验我们的耐心。完美！不要急。有了。试了一下，其实要过那个地方的话，那个高度要抓一下。就心里面有一种愿望，我想就拍成梦借我们一下，能不能看一下乌又西玩一下？好。就是想说，就是看似很简单，对啊，看起来很难。帮你拿球，你玩一个就可以。可是你穿高跟鞋，你会不会痛啊？好，预备。失败，所以你这样玩就知道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真的不容易，真的，对呀。你看他们的桌球选手的训练，现在还要融入科学的角度，在这个板子上面啊，还要植入晶片，看你的击球点在哪里，你的力道在哪里，有没有你要拧球，
怎么样真的很难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现在这个所有桌球馆每一个小朋友看人呢，我都在拧呢，真的。林云如啊，林云如，所以打出一片天。宪哥，这个拍子给你。问题是你能杀球吗？对啊，应该是要让国手杀你吧，宪哥。我就不相信你打得过。好，起步教练。卡吧，那叫卡吧。Lucky ball， 谁都知道哎。卡，废话。卡吧，卡校队的。是吧？这个叫 Let go。是卡吧哦。来，不是黑嘞。哎呦，漂亮，射得漂亮。哎呦，漂亮，射得漂亮。这有差的漂亮。这球杀的好。有啊。哎呀，差点没有。打到手。很好，很好。有。你是走那种增肌消脂呢，还是哪一种？对，增肌减脂，然后线条跟伸展是我的专长。哦，曲线的。对，因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，舞蹈非常真实的感觉。那你可以长侧面给我们大家看一下。啊，侧面吗？哇塞！哎呦，这个有啊，会拍，懂拍，得了不得了，曲线非常的漂亮。来来来，请看照片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怎么拿一个木头？这个是胡铃，胡铃很好用。对，胡铃，然后那个是 Viper。Viper， 这两个都是我上课都会用的。对，属于比较多功能的训练。张一中，你很适合这个动作。胡铃，对，这个动作很棒。对，减脂，减脂非常有效果，然后线条的部分。这个做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帅度增加2万倍，真的。平常拿着那个，对，所以不是拿公事包，拿胡铃。请问你在哪里教学？我在板桥府中的蜗菌。哦，对，我在蜗菌。板桥，对，板桥府中店。但是很多人从台中、桃园来上你的课啊。对，就是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从桃园专程来找我上课。嗯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就对我很支持。哦，对，慕名而来，就比较信任我吧，因为他可能不习惯别的教练，然后习惯我教他的方法这样。那他一定喜欢的，嗯，对啊，你有教过那种就是？哦，其实跟健身是搭不上的那种，从来没有健身过的那种，就比如说很胖很胖啊，或者是有就是有一个学生刚来找我的时候，他体脂肪将近快30%，哦，那很高，30，对，30%，还好是张一中28，这么近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后来找我训练了一年后。大概半年之后就开始有点变，然后一年后，现在的体脂肪率已经降到12%，12%，对啊，不过因为他真的前面很认真的在增肌，